如果你真的把我当成你的妻子，那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全是对你妻子的亵渎。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来的？你以为我想来吗？医务室没有人，我只好代劳了。把伤口给我看看。我现在要帮你缝合，需要麻药吗？不用。你确定？说吧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每一个人跑来接近我，都有他的目的。有些人是为了军权，有一些人为了那个港口，还有些想要我的命。而你，一个长得这么像我爱人的人，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，是巧合吗？副司令，还记得吗？当初是你要我来东大营工作的，并不是我自己主动来的。我理解你的高处不胜寒，在这个位置上待久了，难免会心生猜疑。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你有所图。我来北新只是陪我的丈夫来工作罢了。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肖副司令，请你自重。如果你又把我当成别人的话，那我只好再提醒你一次，你认错人了。如果你真的把我当成你的妻子，那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全是对你妻子的亵渎。你只是一直不愿意承认他已经离开你罢了，你一直都在自欺欺人，不觉得这样的自己很可悲吗？肖副司令，我还要再提醒你一句，在我盛寒君的生命里，只会有一个男人，那就是我的丈夫沈燕青。